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林佳，欢迎来到我的明日的指引。那么我们在停了几期以后，又重新出现了。然后那个，我还是先点一个蜡烛吧。我的蜡烛现在换成了这个大的疗愈的蜡烛。它好像有一点需要去拨一下那个蜡芯。然后我们还是用那个灵摆来给大家疗愈一下。好，谢谢灵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来选择我们的牌组了，这是一二三。我们今天请到的那个高灵是叫做色，是就是半江瑟瑟半江红的色。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说他叫色。色呢，他是就是像天堂图书馆一样的管理员，就是他有一个这样的图书馆，是一位非常非常有智慧的高灵都很有智慧。我觉得色应该是你们其中一些人的指导灵吧。而且我觉得他对那个人世间比较熟悉，他可能也有过就是在地球上的一些经历。升学的小伙伴可以向色去祈请。那么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解牌，先看第一组。人生经验，宝剑七。那么选到第一组的小伙伴，我去连接一下这个牌面啊。它其实是提醒你们在明天，或者是明天的前后一两天的范围之内。可能有一些事情是需要你用到一些小技巧，或者是用到你的 smart 那个聪明劲，就是你的一些很敏锐很敏捷的一些思想去解决的。对。然后它也代表了你在那一天就是那左右的范围之内是一个才思敏捷的人。然后这个大天使讯息卡我们抽到的是35人生经验，好像之前经常抽到这一张。大天使 Zaphiel 人生经验，不论你在面临什么考验，不论你在经历什么波折，你所需要的帮助、资源和指引总是已经在你身边，任何时候你都不是孤单的。但是当恐惧淹没了你的思绪，你会感觉很无助，脑海里不停地上演最糟的情况，仿佛你的生活被不受控制的外力所击垮，好像挫折和心碎会是最终的结果。然而真相是，你永远不可能真的失败。
你是以人类形式存在的永恒之光，你在地球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罪的。阳光被乌云遮盖，不代表太阳失败了。世界充斥着恨，不代表爱失败了。你做了错误的决定，不代表你失败了。你只是在学习，在所谓的错误里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智慧。现在记起你真正的身份，你是以人类形式存在的永恒之光。大天使祈请文：大天使 Zaphiel， 请协助我以正向积极的心态接纳生命里发生的一切。我相信所有的好事或坏事最终都会是有意义的事。谢谢你。好，这是我们第一组的。我觉得背景音乐是不是有一点大声啊？但是这首歌是我超喜欢的，刚好现在是清明嘛，是一个节气。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是第三组，第二组的小伙伴。嗯，让我去连接一下这个牌面。选择第二组的小伙伴，可能你们在这两天你们可能会和灵性失去一个链接，或者是突然之间有什么事情打破了你对这个你自己之前所认为的灵性体系的一些观点，就是有一点像信仰被打破啊，但是也不完全是啊。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你比如说你去跟别人说这些你所相信的灵性的东西，别人不相信。然后还有一种是，就是你可能就只是单纯的度过了非常的活在物质世界里的一天。对，这一天跟那个灵性其实没有太大关联。就还有就是那个高林要我提醒你们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们还是要保持冥思，保持冥想。就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们可以和宇宙断开，但是你们不能和自己的内心断开，所以你们要保持觉察。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内心世界是连接着宇宙的。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天使讯息卡，抽到的是12号大天使耶利米尔，内在的精进。当你开始享受成长带来的喜悦，你会越珍惜独处的时光，越明白寂静的可贵，越洞察事情的真相，越保持平静的心。你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自我对话和自我检视上，你会更有意识地减少批判、评论和贴标签的行为。你会更脆弱，但同时更坚强。你会更柔软，但同时更坚定。未知依然在，不同的是你能看见当中的契机。无常依然在，不同的是你允许勇气和信任与你同行。你在一个看似一成不变的生活里，活出全然不同的自己，而这就是修行。我觉得这一段话大家可以再听两遍。其实很多关于内在回到当下的洞察觉察这样一些话，它描述出来其实就特别复杂。虽然说你当你真正的回到了当下之后，你觉得那是非常简单最简单的一件事，但是它要描述出来就会把最简单的问题最复杂化。然后我们祈请一下大天使耶利米尔。大天使耶利米尔，请协助我看穿幻象的帷幕，见证自己的成长，透过鼓励和支持的方式不断精进自己的信念和言行，时时与爱保持共振。谢谢你。这个，那么就是这个我在刚刚最后一个说到的
高龄提醒你们要去继续的觉察自己，这个和这个大天使讯息卡给的指引是结合起来了啊。好，这是第二组的小伙伴。第三组，嘿，我今天抽到的是第三组。第三组我去连接一下。选择第三组的小伙伴们，你们在这两天呢是会经历一个转变，但是这个转变是什么转变呢？它是你们真正的认识到了自己，你们真正认识到了自己是权杖女王，对，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变。第一，它是火元素；第二，它是正向；第三，这个是代表你自己。你终于觉察到了你有多么的美丽，多么聪明，多么的具有行动力，多么具有热情和激情，还有多么的具有事业的能力，开创的能力，你终于意识到了。但是你这是一个刚刚意识到的情况，哎，这里出现了一个天使数字11页，对，这也是一个新开启的意思。然后你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是相当于是自己先觉察到了自己，就是你已经觉察到了，然后你还没有把这些东西散发出来，但是这些东西后面的都已经指日可待了。对，你在明天或者是最近这两天，你是觉察到了这个东西，或者是有的敏感的人在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要审核很久嘛，然后有的敏感的人他在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已经觉察到了。非常的恭喜你们第三组，也恭喜我自己。然后那就是我来读一下十一，哎，大天使 Mario 觉察，因为我的英文很差嘛，我看这个英文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打开看是觉察。随着你的意识扩展，你开始乐于观察自己的内心，洞察情绪和感受的变化，渴望透过自我探索和成长获得更大的满足与平静。你知道你在寻找的答案已经存在于自己之内，你需要做的就是诚实的与自己对话，并且如实接纳所有面向的自己。对，你们这一组的小伙伴已经开始如实接纳所有面向的自己了，并且你们发现这些自己都是非常美丽，非常值得嘉奖，非常让人钦佩的，让自己钦佩的，非常让自己喜欢，也让每一个人喜欢。当你深入问题的核心，避免蜻蜓点水或钻牛角尖，试着从多元的客观的角度去检视你发现的一切，你会更容易觉察真相，发现经验所带给你的礼物。哇，大天使祈请文，大天使 Mario， 请协助我褪下盔甲和包装，在自己的面前能够全然坦诚和包容，见证所有的光明面和阴暗面在自己之内走向合一。谢谢你。哇，好好，第三组真的也很好哎，心情好好。本来这两天心情不是很好，抽到这张牌，我觉得真的非常感谢高龄和大天使。然后这就是今天的这三组。好的，那宝宝们，我们下期再见啦！祝你们生活开心，天天天天开心，生活幸福，拜拜。